上，帮助我哋成为基督嘅精兵，有信心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你系得胜嘅主，你系得胜嘅王。哈利路亚。基督嘅精兵俾神你使用，俾神你祝福，多谢天父，多谢天父，多谢耶稣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。呢首诗歌咧有呢个第一个 part 咧，有第二个 part 咧就系 Hallelujah 嘅。咁如果大家唱到咧，就可以咧。一阵咧，有啲人咧就唱你们要先求他的国，有啲人咧就唱 Hallelujah。都心里面啊，神啊，我哋愿意先求你嘅国同你嘅义，先求你嘅国同你嘅义，追求神嘅事，关心神嘅事多过一切。你要先求神嘅国。
助我哋先求神嘅国同佢嘅义，一切都会加俾我哋。今日信息讲到专注喺神，唔好专注喺自己。我哋系专注喺神定系专注喺自己咧？当我专注喺神咧，一切都会变得美好；专注喺自己咧，就好多好多问题噶。我哋专注喺神美好嘅，我哋感谢神。It's my life, and it's my joy.
is, and He's my Lord. I sing to You,在世上的时候，在主里面死了，将自己钉死了，是对我有益处。越钉死自己，越放低自己，越有益处。主啊，我们紧靠你，求你帮我们爱你，超过一切，注目在神，学习注目在神的身上。日日夜夜一路多谢神，一路时时专注在神。
时钟以嚟，时时欢你嚟，神啊，我哋欢你嚟，我哋更加靠你，我哋中意你，神啊，你帮助我哋时候谂住你，我就有力量。多谢天父，多谢耶稣，多谢。